我们的祖先发明这个筛子，我觉得是一种智慧，不能简单的否定筛子的这个功能。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话：想早啲实现普选嘅目标，就能够走光路。入境处拉咗六个外佣涉嫌违反入境条例，冇同雇主一齐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明会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定位做军队。主任张晓明应立法会邀请同全体议员午宴，张晓明提出三点愿望，包括愿意同社会各界深入沟通，协助立法会议员到内地考，同埋愿意同社会各界为实现普选努力。在政改问题上，他说不能够简单否定筛选的功能，又说在设计普选制度的时候，不能够忽略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主权需要得到保障。先看看张晓明点讲政改。第一次到立法会的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午宴的演示里面主动提及普选问题。我也想过，就今年这个午宴上要不要避而不谈普选的问题。这大家说我是谈好呢还是不谈好呢，咱们表决一下，这个赞成谈的举手。张晓明表明中央对香港实行普选的立场。我主要想讲一点，中央政府对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我们要想早点实现普选的目标，就要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轨道上往前走，而不要走弯路。做不到的，所以我说不能简单的否定筛子的这个功能。他说基本法关于普选的规定有一条重要的原则不应该忽视，就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规定香港的普选制度，必须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必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利得到保障，这个要求不过分。他说现在国家要发挥聪明才智，集中精力研究基本法和2007年人大决定有哪一些规定仲未明确，从而找到普选的方案。张晓明在午宴之后回应记者有关占领中环的问题，他说这个是一个祸。我是坚决反对占领中环的行动，无论占领中环的发起者怎么花言巧语，怎么包装粉色，违法就是违法，这个性质是改变不了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如果可以容许一些人为了政治诉求而不惜挑战香港法律底线的话，这是一个祸，可以说是后患无穷。我特别担心占中这样的事情会害了年轻人。张晓明说特区政府在处理政改问题上面经验丰富，何时启动政改咨询和推动政改程序是怎样，他觉得大家不需要太担心。无线电视记者林志豪报道。
張曉明又說他今次並不是出席鴻門宴，是希望和議員心平氣和交流，又說願意協助議員到內地參觀考察。中聯辦官員歷史性到立法會，日日開工都咁嘈，搞到耳朵實曬，聽嘢都聽唔清。唉，即係耳成日嗡嗡聲，好唔舒服啊！而家睇電視，搞到好大聲先聽到，成日俾屋企人投訴啊！如果你從事高噪音工作，又有呢啲毛病，就可能患上職業性失聰啦。只要符合法例規定，你就可以獲得補償。想了解詳情，請向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查詢。我的那个脸书没那么可怕，大家也都看到，我顶多就是递一递信件啊，或者摆一个道具而已。我今天呢，也不是单刀赴会。他又自责口才不好，希望同大家心平气和交流。我也没有舌战群儒的口才，也不想在今天这个宴席之间搞什么大辩论。而且在座的各位议员都经过了选举的洗礼，百般话讲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伶牙俐齿。张晓明突然讲广东话就引发笑声。第一次聚会，用这个曾主席的话来说，这个以前是南梅什么谋难赔，以前没想到，但是我说，咱们听好改，所以呢，我说我们没有必要给这一顿饭赋予那么多的政治的内涵和象征的意义，没有必要搞得我们大家这个一顿饭吃得很沉重。佢又问议员伸出橄榄枝，我们在立法会里面有许多好朋友，但是还不够多，我们希望多一些新朋友，我们愿意协助立法会组团到内地参观考察访问研习。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形容今次午宴氣氛相當之好，咁佢希望唔單止係一個開始。不過對於公民黨嘅梁家傑邀請佢出席公開論壇，咁張曉明喺微光燈之下進行呢一類嘅活動，咁日後都係傾向同小維立法會議員會晤交流意見。午宴之後，立法會秘書長陳慧安帶張曉明去到每個星期三都開立法會大會嘅會議廳參觀。無線電視記者郭麗婷報導。有泛民議員認為張曉明關於政改的言論態度強硬，而民建聯就認為張曉明關於收機的言論和特首選舉有關。民協馮檢基送給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模型，由一頂帽和收機組成的帽西船，取其下音，寓意希望特首選舉帽西船作更有效地預防各種傳染病，記得要繼續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提高警觉，有备无患。为减低禽流感的风险，政府已经禁止散养家禽，入口雀鸟需经过检验检疫程序，市民不应该带未经检验检疫的雀鸟入境，市民亦不应该放生雀鸟，因为雀鸟会适应不到野外环境而死亡，亦可能增加禽流感的风险。为免野鸟聚集而造成滋扰，市民不应该喂饲野鸟。如果发现禽鸟尸体，请致电1823通知渔农自然护理署处理。如果可以拣，佢都想健康快乐咁成长，唔使打呢场。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认为张晓明意思并非要筛选特首，系一个当系一种幽默咁样，因为佢都唔知道人哋送啲嘢俾佢嘅，不过佢系即系攞咗即系有一个幽默下咁样，即系讲下少咁样。彭丽玲仲系未知数，其次如果听众问意，你讲收机嘅啫。马克思话咳嗽时要遮掩口鼻，避免触摸口鼻同眼睛。
并保持环境清洁。有呼吸道感染症状或发烧，要戴上口罩，及早求医。咪立面食药，唔好翻工翻学。入茶经外游，必须讲俾医生知。香港近日确诊多宗由外地传入的人类猪型流感个案。如果你有子女，今日张晓明在内，主家席有17个人。主席曾玉成是根据各个政党喺连锁嘅议席多少去分配座位，坐得最近张晓明的都是有较多议席的政党代表。无线电视记者李子琪报道。转睇其他新闻，本台早前报道，愉景湾有雇主俾钱外佣在附近租住，雇佣双方都涉嫌违法。入境处今日采取行动拉咗六个外佣，入境处话会继续调查案件。入境处调查科30几个人员，朝早近7点钟到黏树湾村突击搜查。